Volkswagen ID.3 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首款之作，外观呢不仅延续了2016年法兰克福车展上面亮相的 ID Concept 概念车的一个设计特点，更是这个 Volkswagen 集团的 NEB 纯电模组化平台的首款正式上市车型。自2019年9月份在法兰克福展首次亮相以来， ID.3 在这个欧洲等市场持续取得亮眼的一个销售成绩。然而受限于原厂产能和这个国内 Volkswagen 品牌纯电车配置的策略等因素啊，直到2020年底 ID.3 尚未在台湾市场上面推出，这也让台湾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消费者啊，一直无法亲身体验到这款富有活力而且啊独特风格的电动掀背车。考虑到国内市场对于这个 SUV 啊休旅车的一个车型的偏好，台湾福斯倾向于优先引进 ID.4，但呢在未来呢考虑啊引进这个中型掀背电动车 ID.3。 Volkswagen ID.3 的车身尺码采用了中型掀背集聚，与 Golf 第八代相似，然而凭借着纯电 NEB 模组化平台， ID.3 在车高和轴距方面超越了燃油动力的第八代 Golf。 ID.3 的长宽高为4261 1890 1552，轴距则是来到了 2765mm。 换句话说啊，ID.3 除了在这个车长的部分有减少之外，不管是它的车宽或是它的车高，还有在轴距部分啊，基本上都是增加的，而且在轴距的部分呢、啊、更达到了 14.6 公分。ID.3 的前后轮的一个悬吊也有明显的一个前后扩张。外观方面呢，搭配了 LED 贯穿灯之外，发光的厂徽和这个 IQ Line 的一个智慧头灯，尾灯的设计则呈现倒 L 型，展现独特的风格。在海外的市场部分啊，还提供多样的颜色和风格啊，供消费者做选择。在内装设计的部分， ID.3 有别于燃油车的产品，采用了独特的一个设计风格。5.5 寸的一个数位仪表与这个右方的一个排挡杆被整合在一起，而方向盘柱的一个高低调整啊，也同步的联动这个数位仪表。中控的一个控制台啊，搭载了一个10寸的一个触控萤幕，同时还拥有语音控制系统。此外 ID.3 能够在短短几秒内啊，与驾驶者的手机应用程式连结，实现对车辆的一些远端的一个控制。高阶车型呢，还能提供 AR 抬头显示器，并且搭载全新的 Beats 音响系统和大型全景的玻璃车顶，同时搭载诸如车道偏移辅助系统、自动车道变化系统等先进的一个驾驶辅助科技。在电力性能和动力规格的方面，目前 NEB 平台车款呢都是采用 400V 的电压架构，而非 800V 的高电压架构。在欧洲市场啊， ID.3 主要分成了、Pure Performance、 Pro、 Pro Performance、 Pro S 等不同的动力等级，全部都是后置后驱的一个单马达的一个配置。电池组的一个总容量呢分别为55千瓦、62千瓦、82千瓦等三种啊不同版本啊可供选择。我们就以 Pure Performance 的一个配备总容量55千瓦来说，它是一个55千瓦的电池组，搭载后轴的150匹和31.6公斤米的单马达，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为8.9秒 ，WLTP 的一个续航里程达349公里，最大的 DC 充电功率为118千瓦，可在30分钟内啊完成10%到80% 的一个充电的一个效能。如果你是选择高等级的 Pro S 啊，则搭载最大总容量82千瓦，马达的输出与这个 Pro Performance 相同，为204匹、31.6公斤米，加速的时间为7.9秒。WLTP 的续航里程达到全车系的最大的553公里，充电功率也提升至啊135千瓦，全车系啊极速则限制在160公里。对于此款中型的掀背车型 ID.3 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到兄弟们在使用上面的一个需求？记得啊，在留言区跟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。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哥的频道，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的一个动作啊，对于哥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。希望哥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。See you next time.